大人迷王鸠摩姬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这游戏上线就送鸠摩姬，开局你就是护国法王。别以为你手拿大火焰刀，一脸吊炸天的样子，但其实你就是个小麻喽。你可以通过打怪获得的生气来给他升级，但遇到强劲的对手打不过怎么办？没事，伤害不够，属性挨凑，只要边打边给他提升攻击力，消灭这群妖怪还掉落大量金币奖励。这里直接点击召唤，就能获得大量的武器装备，赶紧穿上去试试。现在这些小卡拉米完全不是我的对手了。